哇！咁快呢，就係、是、七月嘅九號啦嚇，上個禮拜一呢，就係、是、七月二號，咁就系 MIHK 嘅三週年嘅保價啦。咁我就特登呢，就等啲 operator 喺手足可以真係喺屋企輕輕鬆鬆一晚啊，唔使做嘢嚇，誒 very free 嚇、啊，咁啊唔使又擔心計時間出街啲節目又排錯曬，跟、啊、住接,接電話俾人哋鬧到飛天啊咁樣。咁啊真係真係開開心心過咗一日啊，慶祝我哋真係無驚無險就卒之啊步入三週年。 咁啊，今日咧就係、是、嚇、啊、三週年之後嘅第一個嘅禮拜一，咁啊，每周通訊咧就如常咧，同大家咧 update 下一啲嘅台務同埋一啲抒發我啊個人一啲喺過去一個禮拜裏邊一啲嘅感受嘅嘢，咁啊。 我諗而家全世界嘅焦點呢，即係不外乎兩樣嘢啦。咁就係當然就係嚟緊嘅世界盃嘅四強賽事啦。咁啱啱喺上個星期六吓咁啊最尾嘅兩隊都出咗嚟啦，就係、是、英格蘭啦，同埋呢個嘅克羅地亞。咁啊，早一日嘅星期五呢，就法國同埋呢個嘅比利時呢，亦都係晉級四強啦。咁啊，究竟到最後嚇喺十一號晚上？ 之後開始嘅四強賽事係會出咗邊兩隊呢？咁我喺我自己嘅個人嘅 Facebook 裏邊呢，我都有講過啦。咁我相信呢一個嘅誒決賽呢，係會由一個嘅天主教嘅國家嚇，咁啊唔知道法國定比利時啦。咁就會決戰一個呢聖公會嘅國家。咁我梗係希望英格蘭就可以入到決賽啦。咁啊，即係喺嚇港英殖民地長大嘅人咁啊。 對英超聊如指掌嚇，睇英國波大嘅。雖然我唔係一個標準嘅球迷，咁我耐唔中都去跟下嚇，誒、啊、拆科打運啊，了解下發生啲咩嘅情況。咁啊最熟嘅就係英格蘭嘅球隊同埋球星啦。咁啊近幾年呢，就自然即係英超咧就喺誒冇喺有線電視台有一睇之後呢，就去咗第二個台之後我就冇跟啦。咁啊依家好多而家啲啊當打嘅新晉嘅英格蘭球星呢。誒、呃 誒除咗阿杨格我比較熟之之外咧，其實我就唔係好熟嘅嚇，咁啊好高興啦嚇、啊！上個禮拜六我哋都喺度坐喺現場啊，陪阿、啊、總理啊、達明啊、阿 N G 啊，佢哋睇咗半場，咁啊誒、啊、見到英格蘭進級咗，咁啊希望啦、啊、如無意外喺嚟緊嘅七月十五號嘅晚上嘅世界盃決賽，我最理想見到嘅戲碼呢，就會係法國對英格蘭啦、啊、嚇，咁、啊、好希望呢，法國同英格蘭呢，可以嚇、啊、雙方嚇、啊、攜。 走進入決賽，嚇依啲誒 Hundred Years War 嚇又繼續再喺綠音球場裏面上映，咁啊呢個我以前讀嘅誒武校啊，聖貞德學校啊，聖中學啊嘅就係曾經帶過法國國家呢個國家咧對抗呢個英格蘭嘅，咁啊呢兩隊咧有好多千絲萬有嘅恩怨啊。咁啊好啦，咁我睇睇下呢個禮拜嘅節目時間表先。

《智恩塔羅解》呃、《啊主啤理論英雄煉獄世界》同埋《一級賽馬方程式呢》咧，亦都會咧順利咧係喺照常嘅時間表啊出現嘅啦。咁而呢個一級賽馬方程式咧過埋今個禮拜咧就要唞暑啦，因為咧誒嚟緊呢、呃、個禮拜日咧就應該如無意外好似係啊馬季嘅煞科日嚟嘅嚇，如果我冇記錯，馬季嘅煞科日嚟嘅咁咧誒喺九月八月。 中後之後嘅誒馬季嘅節目嘅點樣安排呢？咁你等我哋嚇去再安排一下嚇，睇下第新一季嘅新一級賽馬方程式個個安排嘅播放嘅情況會係點樣？咁你等一等我，我用咩嘅形式去同大家嘅播放？OK？咁呢個你大家就希望俾少少時間我安排下，因為而家啲節目實在太多啦。咁如果再誒～、呃 有啲新嘅節目咧，其實我到而家咧就冇辦法係安排到出出得到街啊！咁、这个、呢個咧，我要諗一諗，同阿楊楊師兄楊俊同埋啊。 誒誒阿阿阿另外一個節目主持人呢，我哋都會再傾傾下呢一樣嘢係點樣去搞作嚇，點、啊、樣安排一個新嘅方嘅模式同大家個誒去見面定係點樣？咁啊，大家等一等落嚇。咁喺八月內呢，我哋安排嚇、啊、會公開嚇一,一級賽馬方程式嘅播放嘅方法會係點啊嚇，同埋阿富仔傾埋嚇。OK，咁啊，希望阿楊師兄同埋阿富仔呢，喺今個禮拜裏邊呢，嗰場嘅夜晚同埋嘅周日嘅日馬呢，嚇、啊，啲 tips 係更加準。

啱啱咧就喺過去嘅父親節裏面咧就發生咗一單唔係幾好嘅事啦。咁有一個小朋友咧喺五年班嘅高主教嘅學生咧就冇辦法咧就過一個愉快嘅夏天啦。咁點解咧？我哋留意睇翻啊，看看上個禮拜五我哋播出街嘅時事即食面先。 各位晚安，欢迎收睇《大甲乾面特约时事即食面》，我系花仔星。今天是2018日系二零一八年七月六号星期五。近年香港发生咗唔少学童自杀嘅案件，有好多系因为受到考试压力影响而走上不归路。当中更加牵涉到本应无忧无虑、对未来充满憧憬嘅小学生。上个月嘅父亲节就发生咗一宗好匪夷所思嘅小学生上吊意外。 一位十一歲學業成績優異嘅高主教書院小五學生潘同學喺家中上吊。由於警方喺案發現場揾唔到任何遺書，斷定潘同學因為有參與童軍訓練喺家中練習成結，純屬意外地用尼龍繩勒頸致死。奇怪嗎？對於潘同學呢一宗案件，我哋充滿疑問。 高主教書院呢一間港島區名校嘅小五學生，會唔會咁缺乏家居常識以及安全意識，自己用尼龍繩勒住自己條頸，意外致死呢？警方馬上將責任歸咎於同軍醒練習，抹殺學童死亡嘅其他可能性，會唔會過於草率呢？出事當日正係高主教書院派發試卷嘅前夕，有消息指潘同學一直品學兼優，成績名列前茅，會唔會係因為今次擔心考試成績？ 家長同學校過分催谷，給予壓力過大，潘同學支持唔住而選擇輕生呢警方、家長同學校冒然低調地將事件畫上句號，可能令事件嘅真相永遠無法尋根究底。會唔會令到學校、家長、學生以至大眾社會都未能吸取教訓，及時為學生提供協助？未來會有更加多學生重蹈覆轍，踏上絕路呢？ 今次唔會,會當中，有人刻意要求傳媒唔好報道同訪問高主教書院呢？我哋曾經嘗試以書面以及電話聯絡學童生前就讀嘅學校高主教書院嘅總校長盧永琴女士，可惜到目前為止都收唔到任何嘅回覆。位唔該，想揾盧永琴校長。誒、欸，佢開會喎、哦。啊。對比起其他國家同埋地區，香港學童面對嘅壓力係非常之大嘅。 回顧二零一七年嘅資料，平均每唔夠十日就有一名二十四歲以下嘅青年人自殺，當中學生係佔大多數嘅。每個家長都希望小朋友贏在起跑線，莫講話小學啊，未讀幼稚園嘅小朋友已經開始受家長同埋社會所給予嘅壓力所困擾。教育局、學校、家長逐步將學童逼上絕路。究竟香港未來仲會有幾多學童自殺事件會發生呢？今時今日。 我哋可以見到學童飽受學習嘅壓力所影響，接二連三咁自殺。當學童自殺嘅事件就嚟頻密過港鐵故障嘅時候，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呢啲仲係唔係所謂嘅個別事件，不足以深入研究同埋探討解決方法呢？今晚懷住沉重嘅心情，未能同大家食面。 下次再同大家大嚼江面啦，再會。咁啊 <coughs>，首先我都即係好唔開心嘅睇呢個新聞。咁我係誒同阿花仔星嘅團隊咧都有講過，即、就、係、是、要重點係將呢個新聞係做好佢。咁啊，阿花仔星嘅係時節色色面啊，佢咁啊，大家都見到啦，有目共睹啦嚇。即、就、係、是、推出兩個幾禮拜以嚟咧。 越做越好啊！咁、这、啊、个，呢個俾翻 g r e d i 呢位啊後生仔啦，咁啊，即係希望佢繼續啊，誒、呃，再下一城啊，八隻竿頭繼續盡量做好佢呢個時事即時面嘅呢個嘅環節。咁啊，即係俾多啲唔同嘅角度去去睇一啲嘅時事嘅知識，後、啊、亦都分享一啲通識嘅誒資訊俾大家。咁啊，講翻呢個高主教書院呢、这個小學生嘅五年級嘅學生啊，咁啊，誒、呃、懷疑喺屋企裏邊玩醒。嚇、啊。 咁就、呃、意外咁樣了結咗自己嘅生命。咁、嗯、啊，警察呢，就係、是、去到佢屋企，一揾唔到遺書。 咁就斷定係一個意外。咁啊，大家都知道黑警呢近呢幾年呢，即係做嘢啲草率方法，大家都有目共睹㗎啦。即係大家都冇話唔聽過。最好就唔好煩到佢，最好啊馬上 case close。最好就唔需要煩到黑警去做嘢。嚇咁啊，求求其得過且過吓咁啊，等多啲嚇時間，等佢休班嗰時可以犯罪啊，譬如爆竊啊、非禮啊、啊偷拍啊。 啊！呢啲咁嘅嘢咧，黑警啊最中意喺休班嗰時做啊，因為仿佛係一個最大嘅休班犯罪集團嚟嘅。咁啊，正經嘢佢哋又唔做，咁啊即係好草率咁樣咁可能係屋企人吓依家長又喺件事真係有啲傷痛，就早啲想快啲你誒。 唔好理啦，即係入死者入土為安咁樣嚇，咁當中有冇任何隱瞞嘅事呢？其實大家都唔知道嚇。當如果家長都唔追究、唔 f i n d out，同意咗黑警話嘅係一個嘅學童意外上吊事件呢？咁其實大家都冇符。 咁啊、嗯，大家都会明白啦，即系喺近依几年咧，其实都唔系嘅啦。香港一直以嚟咧都系一个填鸭式嘅教育。咁、嗯、啊，自从回归以嚟嘅教育嘅制度朝令夕改吓，诶、啊，教师啊，無所适从吓，学童嘅你都知道啦吓，而、啊、家就全部都系谂住系赢在起跑线。教育局嘅大石砸落嚟，学校就系要将啲学童嘅学分系谷上去，而家长咧就仿佛咧就俾鬼迷咁样，就擁馬自己啲仔女去死，同学校啊同教育局一齐。去。 即系冇跳翻翻出嚟，認真咁樣諗一諗嚇，仔女係咪要一個禮拜七日都要瘋狂咁樣去做功課？放學之後係咪要做好多嘅唔同嘅興趣班？嚇，明明是一個冇資質去彈琴嘅人又㧬佢去學琴，嚇，明明呢。 細路仔好中意游水嘅呢，就搞到佢咧筋疲力竭，然有興趣嘅活動都唔想去做。嚇、啊，翻到嚟呢，就要應付考試，補習班又無日無之，練習啊係咁要繼續去做。嚇、啊，放暑假亦都係仍然要上一啲佢嘅補習間、補習班。 過度嘅吹谷令到一班學童咧身心咧受盡嚴重嘅壓力同埋折磨。朝頭早咧乒乒乓乓講出佢啊，五六點鐘就要起身翻學啊。放到學之後又要趕去補習班，翻到屋企又要做功課應付考試測驗。夜晚啊，我聽講好多嘅小朋友咧過咗成點鐘先至瞓嘅。即係你試問一個小朋友啊，長期受壓、瞓覺唔足、瞓咗五六個鐘頭。 一個基本嚇、啊、要成長嘅小朋友冇翻八粒鍾，其實基本上就真係虐待緊佢咁滯，咁啊搞到而家香港啲細路仔咧，恩切切一係變咗四眼明嚇，一係咧就搞到自然完全就自閉嚇、啊，即係面對明天學童咧就根本睇唔到將來，連。 小学生都覺得屌你老味，你分分鐘咁樣壓落嚟，即係我情愿死咗佢都唔想受爸爸媽媽嘅折磨。父母唔睇恤，哄個仔陪埋校長一齊去跌。嗱，呢啲校長呢，好多學校嘅校長係冇良心嘅，係完全冇開心去辦學，只係要希望自己咧個人嘅履歷嘅明亮嚇，多啲人啊派到好嘅中一中學啊，升到上大學啊咁樣呢，佢就開心啦。啲細路仔嚇有冇壓力嘅？死唔死得關人鳩事四個大字，死嘅唔係。 佢個仔，而呢啲咁嘅校長，呢啲嘅教育局嘅嘅官員，全部啲指責就係根本就讀國際學校，一就係放羊去讀書，就折磨緊啲廣大嘅嚇、啊、爸爸媽媽嘅小朋友，而呢啲爸爸媽媽就愚昧無知，陪埋佢哋一齊去癲，就搞到今日嘅香港嘅教育制度出咗咁大嘅問題。二零一五年到而家有幾多個學生係走上去自殺嘅絕路啊？嗱、嗯，我唔敢講呢個高主教學校嘅小朋友係咪真係係誒自殺嚇？啊 但係我唯獨是有一個嘅疑問話咗出嚟就係、是、冇遺書係咪唔代表吓？佢係唔係自殺？OK，就算佢真係係意外，點解校方同埋警方咁草率去咁樣去處理成件事？嚇、啊，高主教學校呢個校長啊，盧校長你好彩啊，啱啱啊放暑假之前直爆炸啲咁嘅嘢出嚟，你連同啲同學仔解話都唔使嚇。啊 得過且過，但忘咗件事，唔怕影響校譽，完全就冇諗清楚件事之後要點樣去做，點同同學仔心理輔導，係咪檢討清楚，係咪真係即學校壓力令到呢個小朋友有自殺嘅嘅傾向出咗嚟，完全冇報告，完全唔知，求其斷咗去做意外就是、關人鳩事四個大字。OK，假設真係係意外啊，點解一個五年級嘅童軍啊，已經而家啲僆仔精過甩邊㗎啦？點解喺屋企裏邊玩童軍醒練習？ 都會唔覺意吊死咗自己啊！你唔係玩緊魔術醒練集，玩大衞高帕飛嚇、啊、空中消失喎、啊，大佬點解大家唔會諗清楚件事發生啲咩嘢咧？任何一件事。 發生咗都有一個教訓可以係得着嘅，唔係適事令人掩耳盜鈴鴕鸟,鳥政策，这件事就唔存在。咁呢一個嘅高主教呢個學童事件呢，嚇、啊、吊頸事件呢，就實在太令人啊匪夷所思。亦都睇翻呢香港啲人命咧，學童啊，係香港嘅下一代啊，咁 Q 草率，得過且過嚇、啊。香港嘅警方完全就係唔 Q 你嘅。 馬上就屌草率定性就係呢個意外事件就係、是、關人鳩事 case closed 下一個唔該好啦假設呢一個真係一個吊頸唔覺意玩性嘅意外童軍嘅教練需唔需要諗下點解會咁樣啊學校點樣提高僆仔嘅家居嘅安全意識啊如果唔係真係係嚇壓力過大喺派卷之前吊頸自殺咁學校係咪相對地要檢討自己係咪谷死班細路仔啊？ 係咪班白痴嘅家長？係咪返屋企停一停、唞一唞、諗一諗，擁啲細路仔去死？係咪應該要咁樣去做咧？香港咧已經到了一個地步咧，基本嘅邏輯都冇啦嚇。啊 即係冇乜媒體會懷疑呢樣嘢，都唔會幫呢一個小朋友去發聲，彷彿所有嘅大人，包括差人、校長、家長，完全係唔覺得自己有做錯，唔需要檢討，大人唔需要負任何責任，就一個唔覺意㧬咗落個意外嚇、啊，推咗落個細路仔身上，由個細路仔去負全責嚇、啊。香港嘅大人係咪咁咁樣怕事呢？我哋點樣教育我哋嘅下一代呢？乜嘢㧬咗個細路仔度？死者意矣，就冇發生過。 呢一樣嘢實在太令人悲哀，所以呢，我今日都攞咗大概三分一嘅時間出嚟咧講呢讲個 case 俾大家知道，因為高主教書院呢同我都係好密切嘅關係，我係隔離聖經德嘅，我有好多嘅朋友呢都係讀高主教嘅，嚇、啊，依基本上就是少林同武當嘅關係咁滯，見到個武當派搞成咁呢，即係好老實講，我自己嘅心都戚戚然。anyway。 咁好啦，咁啊，另外一個嚇喺、啊、近呢幾日嘅誒焦點就係喺泰國個山窿或者仙女洞裏邊被困嘅誒、呃、少年啦，依個誒野豬隊嘅十三個嘅足球誒、啊、隊員同埋嘅教練啦啊，又即係即英雄被困仙女洞啊，依真係啊咁啊～啊 混咗喺個仙女洞裏邊咧，咁啊，琴日咧就已經係有四個小朋友咧就出咗嚟啦。咁而今日咧已經陸陸續續嚇係開始繼續佢嘅拯拯救行動，預計喺三至四日內咧會完成所有嘅拯救行動。 咁啊，希望喺呢個 moment 嚇，M H K 每週通訊出街嘅時期咧，更加多嘅學童咧已經係平安咁樣嚇離開呢個仙女洞嚇，可以從懷從頭佢哋嘅爸爸媽媽嘅懷抱裏邊啊即係可以食下炸雞，可以咧就檢查身體健康冇問題之後咧，就可以快啲睇呢個嘅世界盃嘅決賽啊！順帶一提，泰國睇世界盃係免費嘅，又唔似香港咁樣咁閪折嚇，想睇世界盃都冇得你睇。 啊，OK，咁啊希望吓大家祝福佢哋吓，希望帮佢哋祈祷，等佢哋咧早日脱险，而拯救佢哋嘅诶诶。呃 拯救隊嘅 Navy Seal 同埋一啲嘅潛水隊員咧，平安無事嚇。已經有一位嘅潛水隊員咧，就已經係不幸咧，就因為氧氣唔夠咧，就罹難啦。咁而喺成件事嘅個個誒拯救過程裏邊咧，我都話會一件少少嘢嘅睇法，即係你見得到咧，佢哋嘅科技係係開始係運用咗去用腦食腦，用科學去救人嚇，整、啊、一個嘅氧氣嘅桶啊！ 然後一擺個小朋友入去，然後一前一後嘅蛙人咧，將佢係喺個水底裏邊咧，就拖佢出嚟。嚇、啊，咁、那個小朋友變咗，就算佢唔識游水，都可以利用这个的桶呢一個嘅氧氣嘅桶咧，係呼吸到嚟，出得到嚟。咁啊～ 當然啦，冇強健嘅體魄嚇，同埋運動嗰方面嘅技能嘅成熟咧，誒同埋高強咧，咁亦都救唔到人。咁呢件事係集合咗體能同埋科學嘅去拯救一啲嘅小朋友。咁喺香港裏邊咧，好希望啊，我哋年輕嘅小朋友啊，年輕人咧，唔好忽略科學嚇，真真正正抱住一個科學嘅精神。炒樓、炒地、炒股、賭波係帶唔到你去去一個新嘅境界，只要令你敗亡啊！嚇，科學。 知識同埋運動鍛鍊體能挑戰自己，先係一個最重要嘅人生在世嘅奮鬥嘅目標。不過都係最後彈琴㗎啦，好難有好多香港人會明白或者係執行我要講嘅呢一個道理。咁另外日本嘅江山縣呢，呢、這個 嘅山泥傾瀉啦、缺堤啦、連日嘅暴雨啦、天氣惡劣啦，已經啊令到已經死咗八十五人啦，咁亦都有五十八人嘅失蹤，有千幾人就被困嘅，咁亦都希望咧嚇日本呢個國家咧嚇喺歷盡多災多難之後咧，仍然可以係堅持起得翻起嚟啊！我相信佢哋一定可以大步攬過嘅，咁亦都希望咧啊死者得到安息嚇，咁我哋亦都希望祝福日本喺今次呢個天災人沒天災裏邊咧嚇啊，希望佢哋咧減少傷亡啊誒！ 誒呢、呃这個嘅誒、呃、受傷啊，啊喪失家園啊，或者痛失家人嘅日本人咧，啊早日得到心靈上面嘅慰藉嚇，同埋誒早啲嚇、啊、平復起嚟嚇、啊，重新振作嚇、啊，建立佢哋重新建立佢哋嘅家園。咁、嗯、啊～ 即係嚇，近排聽到啲消息都係有好有唔好，亦都係喺唔好嘅方面睇下大家點樣見到一個光明嘅一面出嚟呢？令令到呢大家都覺得呢有奮鬥嘅目標世界係好美好，亦都值得我哋去奮鬥。咁因為我成日都記住一件嘅说話希望、呃、大家即係唔好因為有某啲嘅難關啊，或者係見得唔好嘅地方呢就放棄咗去奮鬥。咁啊，正如啊我哋嚟緊呢星期四啊，我哋亦都係飛去。 台灣嘅台北縣。 新北市就拍呢、這個《屌咗香港》嘅第七集吓咁、啊、而今集呢，我哋就會火拍咧真心教主啊超哥咸濕超啊同我一齊呢，就去新北市去玩嘅，咁呢、啊，就睇下北頭啊淡水啊九份啊一啲嘅誒風土人情啊同埋景色啊，咁啊即去翻台北去揾下玩具啊咁咁咁樣啦，咁啊希望呢，我哋呢四日裏面呢，就有一個順利嘅旅程嘅拍摄但係點解我咁樣講呢？因為阿教主實在太登力宏大啦啊！佢去到台灣之後呢，有一個超級 強風嘅瑪莉亞咧都要朝聖啊！阿瑪莉亞咧就會喺星期三晚咧就係登陸台灣嘅北部啊！咁啱啱就係我哋要去嘅地方啊！咁啊，唔知嚇呢啊宜蘭啊、誒台北啊嗰邊咧誒會唔會吹到正一正啦？嚇咁啊！阿教主咧就希望嚇你而家佢喺台北裏邊等緊我，我禮拜四咧希望班機就唔好有,有影響嚇，順利渡過。咁而家教主呢幾日咧希望咧就係唔好受風雨影響佢嘅旅程。咁啊，我哋。 之後嘅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呢，希望我哋有足夠嘅嚇靚嘅風景啦，天誒天氣啊，可以拍到更加好嘅嘢俾大家睇睇。咁啊，再順帶一提啦，嚟緊嘅七月二十一號係我哋嘅七月嘅 MIHK 開放日。咁啊，當然裏邊有啲嘅宣傳啦，有啲咩嘢搞作呢？我哋嚇、啊、去一去一條廣告片俾大家睇睇先嚇。 玻璃心嘅你哋系唔系睇死我哋过唔到三岁呢？今个月我哋三岁大啦！嚟紧七月二十一号 M I H K 多 TV 开放日，多款商品会以超低价发售。大甲江面沙茶味、麻辣味三十蚊一包。日本樱花清酒三十蚊一支。日本伊藤园五青汁三十八蚊一盒。Smiling Fish 泰国即食送菜包十八蚊一包。日本花之舞有气清酒三十八蚊一支。 装记咖喱酱、辣椒螃蟹酱三十八蚊一樽，多款红白餐酒三十八蚊一支。记得七月二十一号 mih.tv 开放日，下昼十二点至七点上嚟同 mih.tv 讲声生日快乐啦！好，翻嚟翻嚟，一就再补充下先吓嗱、啊，台面咧，而家呢只咧。

啊！诶，泰式嘅干咖喱鸡，泰式嘅蒜椒鸡，吓、啊，清真咖喱鸡，椰心酸辣咖喱鱼，特浓嘅辣咖喱鸡，吓、啊。 泰式香料燉雞蛋嚇，同埋呢個泰式香料醬汁雞，咁啊好多呢啲嘅泰式嘅即食餸啊，都係十八蚊一包嚇，非常之抵嘅特價嘅嘢啦嚇。講、啊、真的，唔冇由走去七十一買盒波仔嚟食下，咁、啊、委屈自己㗎。真係食埋啲咁嘅嘢落去分分鐘嚇，食埋啲雜質落個胃度，你個胃都唔知嚇、啊、健唔健康啊，膽固醇超唔超標啊？就、哎、係真係我都唔敢提啦嚇，睇、啊、下試下阿史提呢啲嚇即食餸啊，十八蚊平平地煮啖飯咁啊，開兩包咁啊，一個嚇、啊 嘅晚餐啊，即系大家咧唔好食话食埋啲颓颓飯啦、啊、嚇、啊，有啲嚇、啊、外國嘢食下嚇，十八蚊一個一個餸真係抵過自己煮咁啊嗱、啊，開放日上嚟咧就好幫襯啦。咁啊，只係行重重貨咁、啊、又有多機嘅依個嘅誒嚇西瓜水嚇、啊、西瓜梳打水咁有啲咩嘢呢？俾兩張圖大家睇下嚇。首先第一張。 嗱，呢個組合呢，嗱我就覺得呢，真係有今生冇來世啦！呢只嘢係非常之正嘅，就係、是、台灣拌麵組合套裝，包括啲咩嘢呢？就係、是、鬼椒辣椒醬加呢個頂級烏魚子醬同埋大鴿手工素麵。嗱，呢個呢。 呢一兩日或者呢個禮拜內咧，我哋會推出一條宣傳片，係講點樣煮啊。咁其實基本上咧就係、是、要加啲鬼椒落呢個嘅烏魚子醬度，然後咧就落熟呢個嘅大甲手工素麵，跟住再加啲青葱，再撈混佢嚟食，就係、是、非常之好味。有時咧我做完節目翻去嘅宵夜咧就係食呢個嘅、啊、三樣嘢加埋。咁咧當然啦，你食得嗱就落多幾滴鬼椒啦，幾滴好啦，唔係辣 Q 死你啊。嗱，依個震撼價咧，成批嘢買晒咧。 就係三百五十蚊。 嗱，净系依个嘅乌鱼子酱啊，都卖到二百二十八蚊啊！鬼招啊，差唔多近一旧水啊！咁依家真系非常之抵啊，由四百一十五蚊减到三百五十蚊，减成六兜半啊，系咪先？非常之抵嘅嘅嘅嘅價錢嚟啦！好啊，仲有下一个嘅优惠有啲咩嘢咧？就系、是、我哋所有嘅部分嘅货物咧，系三十蚊起添嚇，咁、啊、有有优惠嘅产品吓，退、啊、清货嘅嘅产品会㧬出嚟，咁啊，大家要密切留意嚇。我哋迟啲喺 MHK 通訊站或者系喺我哋其他嘅诶节目嘅。 邊都會有推介，咁就係起碼其實應該講十八蚊起啦，淨係史提翻嚟，淨係史提呢啲嘅即食餸啊，都每包賣十八蚊，咁你咪每包又又十八蚊，你唔係三十蚊？ 啱啱先？咁所以咧，陸續有唔同嘅產品咧，會推介啊！咁而嗰個青汁嚇，亦、啊、都係嚇、啊、幫大家清腸胃嚇、啊，清嗰啲血嘅雜質嚇、啊，減低減膽固醇。呢、這個嘅綠茶青汁咧，亦都係係有啦嚇。咁啊,啊，希望大家咧，亦都可以嚇嚟幫襯下嚇，等、啊、大家咧有一個健康嘅誒 diet 啦、身體啦、啊、各方面嘅嘢。 咁好啦，而家咧都要講講啦。咁喺早幾集嘅 MHK 每周通訊咧，大家都知道咧，我係要準備咧喺誒下半年咧年底前咧，希望改好我哋嘅 MHK 嘅網頁，誒、呃、加多幾樣嘢落去啦，有我哋嘅電子代幣啦，亦都可以咧斷集咁樣買我哋嘅節目啦。咁亦都希望咧可以咧有一啲會員嘅優惠嘅誒分計分制度啦。咁所以咧誒。呃 成個 MIHK 嘅網頁咧，都要重新要再寫個。咁我哋都啱啱咧，就即係都報咗價啦。咁啊，大概應該係五十萬嘅樓價。咁所以咧，真係希望咧就要嚇誒、呃、大家幫幫手啦嚇。我哋擁一啲嘅優惠套餐出嚟，其實就唔係嚟賺錢嘅，而家真真正正咧係要籌期嚇買期票，就要希望可以咧。 短期内咧可以咧密集咗多啲嘅現金出嚟咧，可以開始我哋呢個嘅 MHK 網頁嘅更新計劃同埋改革計劃，加一啲新嘅功能上去嚇，擴展我哋嘅誒服務啦，同埋多啲嘅誒優惠俾到大家啦，亦都希望可以開源啦，可以增新一啲收錢嘅嘅途徑途徑啦咁樣。咁好啦，咁啊播一播一條二八八八片先，仔。 做乜咁贪玩？黐啲匙羹喺块面度啊！欢迎收睇《大甲光面特约时事即成面》，我系花仔星。喺二十一世纪嘅今日，我哋大陆嘅同胞已经发展到培育仔女全脑灵动。近日湖南长沙有网民爆料，有团体举办价值二十五万港币嘅神童学习班，激发小朋友无限嘅人体潜能，例如可以用鼻嚟文字，用手摸字，用耳听字。 有關負責人解釋，成個課程嘅理念係以專注力同埋自信心作為實踐基礎，即係有自信心，只要專注咁係咁問就可以用鼻嚟讀報紙。我抽到了，u n is very handsome。預期攞二十五萬出嚟幫自己仔女做磁力王，不如 j M I G t T V 全新嘅二八八八兩年無限次重溫優惠計劃，有資訊性十足嘅大院有落。 隐蔽客人嘅深夜网聚，充满悬疑嘅你心信的阴谋，计返起平均每日都唔需要四蚊港币就可以收睇晒我哋资讯性十足又富趣味嘅节目，仲讲咁多快點上 www.mich.tv 订阅啦！ 嗱，好好实讲啊，即系各位手足，即系诶、呃，要整个网页咧，大概近五十万咁，所以咧诶、呃，我好希望今次一二百八八嘅两年套餐咧系可以卖到咧诶、呃、百零个嘅嘅 transaction 出去，咁起码都有翻二三十万咧，我可以咧系可以动用咧系可以整我哋个 website 嘅。咁我希望大家啊，即系如果吓即系你平时都系诶。呃 冇乜俾俾個錢去睇啦，又或者你都係耐唔中睇下啦咁、啊、其實我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新節目啦、啊、即係而家有啲新嘅節目，譬如話中 Sir 嘅、呃、旅遊中、啊、串爆旅遊中啦，咁、啊、好多嘅旅遊嘅資訊啦，咁、啊、又話心林樂章 Richie 啦、啊，咁同埋我哋平時嘅、呃、大丸有樂啊、西城雪士啊、呃 仲有啊，阿謝利佢哋啲陰謀嘅嘅嘅節目，好多呢啲新嘅節目出嚟咧，其實都好耐聽，同埋做咗好多嘅功夫落去，嚇咁啊，好值得大家去支持嘅。每日只不個係四蚊嚇，如果你買依個二百八百嘅嘅 package，咁啊，好希望大家咧繼續去幫忙。我 target 係真係可以賣到一百五十個 package 出去嘅，咁、啊、我變咗就會攞到三十零萬翻嚟咧，就可以咧係誒開始到我哋呢個嘅 website 嘅 r e b r a n 嘅嘅方法嗱。啊 大大話話咧喺過去呢三年裏面咧，我哋投入咗嘅資金咧已經係三百幾萬，接近四百萬係去温呢個 MHK 嘅啦。咁當然啦，呢啲係一定係未回本啦，亦都係好有好大嘅可能性嘅，就付之於流水。咁啊，即係亦都每個月咧，亦都係會有耐唔中會見下紅啊，你都未見到綠啊藍色嘅字。 咁啊一直咁樣落去都係投資期咧，其實我哋都係有一個頭痕嘅方法，就係、是、冇辦法咧可以凝聚到有錢整咧，去開發到或者買一啲嘅添置一啲嘅器材，誒、呃、人啦、啊、製作嘅成本啦、啊、誒、呃、同事嘅薪金啦、啊，全部都係錢嚟。咁所以我哋亦都係有見及此，我哋都要短時間咧，再要咧係要開發我哋一個廣告部啦，希望可以揾到多啲人翻嚟。 去啊走廣告啦，亦都好老實講喺過去咧，誒、呃、依幾年咧我都係唔夠人手去做呢一樣嘢，亦或都或者咁我哋嘅節目裏邊嘅一啲嘅性質嚇，亦、啊、都未必係啱呢啲嚇廣告商嘅河車，咁變咗而家咧陸陸續續咧，我都啲唔同嘅改革開始係嚟緊嚇，誒、啊、亦、啊、都希望 MHK 嘅。 走向係會偏向娛樂性同埋資訊性嗰方面會為主，亦都係希望咧就係淨化少少啦嚇，咁啊有啲爭拗啲啊，誒 controversy 啲嘅嘅議題啊，咁嗰啲咧我就會喺拆開嘅個別嘅 channel 出嚟講啊嚇，咁、啊、而 MHK 直播台裏邊咧，希望咧誒依啲嘅節目出邊都係維持翻香港嘅本土文化而作為一個嘅基調嚇、啊，以呢個方針去出發，咁啊因此咧。 誒喺依方面裏邊咧，我哋亦都之前有講過啦。Beauty 漫步咧就會喺嚟緊嘅九月份咧，佢獨立嘅渠道咧六點到八點咧喺升高 out 出嚟嘅 Beauty 漫步嘅網頁咧會出嚟㗎啦。咁、嗯、啊亦都係已經係幫佢哋咧就係、是、誒、呃、落獨立揾到一個嘅新嘅呢、这個嘅 domain、嗯。咁啊遲啲會公佈俾大家。咁、嗯、亦都好似 j a m dot dot 嘅 channel 咁樣咧，佢會獨立有一條 Beauty 漫步嘅 channel 出嚟咧。咁、嗯、大家就會係喺啊 MHK 裏邊咧。 一條另一個嘅獨立頻道睇《啤利漫步》啦，嚇、啊、咁樣我哋直播台咧就唔會播放《啤利漫步》嘅節目，咁啊嚟緊喺九月份裏邊會做出呢個安排。而家咧我哋亦都係密羅就緊固咧，係籌備緊一個新嘅個半小時嘅全新嘅時事通識節目，咁啊內容咧就會係一啲全部啲年輕人嘅班底咧去做一啲嚇佢哋嘅角度會睇一啲嘅香港同埋國際嘅時事嘅分享同埋一啲嘅評論咁樣。咁啊而家已經係有花姐星會幫手啦，嚇咁啊亦～啊 都會另外咧就栽培緊啊一個新嘅誒節目主持人啊 Lando 咧係可以係做到这一呢一樣嘢啦。咁啊 Lando 咧就係、是、幫我做呢個伊斯蘭大百科嘅香港少數民族巡禮，佢本身亦都一個石士心，嚇、啊。咁、嗯、我希望咧可以咧誒喺呢、呃、方面咧就可以帶到一個新嘅時時嘅誒通識節目啊，俾多啲嘅資訊嚇我哋嘅。 香港嘅市民同埋特別喺海外好關心香港時事嘅一啲嘅嘅網友嚇、啊，可以有另一個角度去睇睇我哋嘅誒新聞嘅資訊同埋一啲嘅時事。咁、嗯、啊、嗯，好啦，咁、嗯、啊除咗二八八八呢個兩年 plan 之外呢，原本嘅一九八八啊同埋其他嘅節目嘅 subscribe 呢，都會呢宣布呢，即時呢係以九折呢。 係會發售，誒、呃、維持咧就係最少喺七月份一定會做咗咁樣咁亦都希望大家咧方便大家啦。如果買唔到二百八八一九八八都一年 plan，你都可以嚇已有九折嘅優惠，亦都會平咗俾你啦。其他嘅節目全部九折。咁換句講得我真係要立立現金啦，因為我就係好 desperate 咧，要重新要改善同埋改革我哋嘅 M H K T V 嘅 website。 咁啊，畢竟我真係拎唔得出太多嘅資金出嚟嚇、啊，有有拎幾十個出嚟咧，咁真係好老實講，我情願接咗佢唔做啦。咁、啊、而我哋唔搞掂個 website 咧，亦都好難行落去。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咧嚇誒高抬貴手嚇，唔好吝嗇你哋嘅腰間錢。如果特別有好多嘅老友記嚇誒睇過我哋嘅節目嚇，冇俾個錢，其實一直追緊一啲免費嘅節目，而家係一個好時機嚇、啊，用呢個嘅九折嘅價錢。 可以買到我哋嘅 subscribe，你哋心頭好嘅節目喺嗰日咧，我搭咗架的士，個的士司機啊七十幾歲噶啦，佢就話：，哎，鱷魚真係唔好意思啊，睇咗你太多節目都冇俾個錢，誒咁啱車咗你，咁啊請你搭一程免費車啦咁樣。咁我其實就唔係好想嘅，大家就真金白銀交易就好啲啦，嚇、啊！即係你車一程車，我又唔係俾唔起的士錢，係嘛？而一程車都百幾蚊，百百幾蚊啦，係咪啊？咁其實講真，你都可以係。 subscribe 一啲嘅节目啦，你亦都可以系二百蚊就三个月，而家吓打一个九折。 咁啊，即一百八十蚊。咁啊，其實我程車由觀塘翻到去呢個嘅誒香港大學就啱啱一個價錢啦。咁你而家已經咧係可以 subscribe 到我哋一個月嘅嘅節目啦。我情願所有嘅老友記嚇，你哋真真正正真金白銀支持我哋，等 subscribe 我哋嘅節目，等我哋攞多啲嘅 cash 翻嚟咧，做我哋要做嘅革新同埋改革嘅一啲嘅 function。希望大家明白嚇，誒、啊。 我哋已經係投入咗近四百萬嘅資金去建立嘅 MHK 嘅網台，咁亦都咧好老實講，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去經營。咁啊，唔好講一啲我哋做啲咩嘢博同情又好、呃拉又好，唔講呢啲嘢啦。咁呢個係一個實數嚇、啊，值得我哋投入咗嘅資金去做。講真，如果喺三年前，如果唔係做呢一樣嘢，做一啲私人嘅誒、呃、投資嘅舉動嘅情況，咁或者。 可能我再再舒服啲，係嘛？買多層樓嘅首期，而家已經有人幫我供緊啦，係嘛？咁誒，呢、这個冇得翻轉頭噶啦。使命嘅嘢就係使命，要做嘅嘢要做。咁但係個人嘅能力嚇，唔靠大家嘅支持咧，我哋好難行落去。我只不過講咧，如果你真係做得唔好，咁市場唔接受我哋，咁我哋遭到淘汰，咁我係好心甘命底因做得差。去到通街都同我哋打招呼，通街都同我哋。 去去我哋做得好，但你哋又唔俾錢去 subscribe，咁我哋點搞呢？係嘛？即係唔通我哋真真正正係賺晒大家，永遠都係要蝕住咁樣去做落去，大家只開心，咁一個好唔健康嘅合作嘅方法。亦都好老實講啊，《閪知的美食家》屌總理咧已經不停同我投訴。每集嘅《黑知的美食家》出嚟之後咧，你哋就好開心去食得好爽啊，知撚到去邊度去食嘢，好多嘅餐廳老闆咧就贊住咁樣係話總總理幫到手。咁但係。 到最后嘅 M H K 就係付出咗，同埋請大家食飯嗰、那個世界就係咁噶啦嚇。咁、啊、希望大家憑良心做嘢嚇。誒二八八八呢個 plan，我需要你哋嘅支持。我係希望 t a r g e 賣一百五十個嘅。咁另外我哋所有嘅節目喺七月裏邊呢，除咗《b 你、er、晚報》之外呢，全部係以九折去發發售，亦都一啲唔同嘅 plan 呢，亦都係以九折去。 呃、提供俾大家去訂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MHK 啊！希望我哋有第三個、第四個嘅啊第三年。多謝大家，結束今日嘅 MHK 每周通訊。亦都祝願啊，而家受天氣影響啊困喺泰國嘅一啲嘅誒小朋友，早日平安出嚟。拜拜。尼馬咧就炸大碌地。 而我哋 MHK.TV 冇诈盈，冇诈低，真系蚀到碌地噶！七月份 MHK.TV 踏入三周年啦！今个月内订阅节目重温可享九折优惠，恳请身处世界各地嘅族友订阅我哋 MHK.TV 嘅节目。等我哋唔使蚀到碌地之余，更可以筹集更多嘅资金去更新同埋改革我哋网站版面嘅功能。快啲上嚟 home.MHK.TV o 订阅啦！ 你哋再唔支持，我就真系碌走㗎啦！